太辣了。还用鸡蛋可以润滑跟滋润它。我讲起来好像去泰国吃泰国鱼一样。好吃了。台湾的美露跟马来西亚的美露口味上是有差异的哦。咖喱鸡是大众情人，在马来西亚呢，咖喱鸡是可以跟任何人在一起的。这酸酸的，跟你的人生也好。池先生他这个人很奇葩。Now go。我是林比阿松，摄影师是南华勇。今天我们来到公馆的池先生，在我心目中是在台北我心目中第一名的马来西亚餐厅。一进到这边就是那些人骂的香气。Hello。吃到跟马来西亚完完全全很道地的100%，就是 exactly 那西勒巴，你知道吗？椰浆饭的精髓呢，就是用香米跟椰浆，他们两个情投意合结合在一起，太爽了！除了香米跟椰浆情投意合，在爱情里面不被爱的是第三者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他们需要第三者，那个叫斑斓叶，他们那个斑斓叶在里面跟他们搅拌在一起，然后那个香气呢，你吃进嘴巴，就像《倩女幽魂》里面的姥姥。在里面穿，这形容会有人想吃吗？没有。最重要最重要的灵魂，也是我承受不起的爱，那个就是他们的桑巴，一定要有桑巴。为什么有？马来西亚人都会吃辣，都会的意思是所有马来西亚人，所有的意思是不会吃辣的会怎么样？犯法吗？会被鞭刑吗？我跟你讲，这桑巴非常阴险，因为辣椒本身就是一个阴险小人。不是辣，真的辣，太辣了，太辣了。他们的炸鸡哦，有用很特制的香料去炸，然后最主要是下锅前呢，还用鸡蛋可以润滑跟滋润它。看我讲起来好像去泰国吃泰国鱼一样，好吃啊，好辣！阿勇您辛苦了，喝死你啊！怀念的味道，什么味道？家乡的味道。哎，对，这要送你，把这种邪恶的东西都给我拿走。哎，我吃椰浆饭，然后涂伤疤都拿走，就像我看 A 片只看片尾啊，可以吗？管我！哎 ，A 片有片尾吗？哎，你不要那么专心吃，可以吗？讲一下啊，就很好料，就是什么，就很好什么，好料。那个厉害的地方是因为你吃这个，你一定要让每个米，首先要先让那个酱油渗进去哦，渗进米里面之后，要让它们团结哦，然后呢，变成锅巴。什么东西？锅巴真的很辣。你对着镜头，你跟我道歉，别喝水啊！你马来西亚人，你屌，你了不起！全世界的蚂蚁人，这一杯是为你们而存在的。珍多就是里面有仙草、有红豆啊、有黑糖、有珍多本人。珍多是绿色的那个东西，长得有像毛毛虫，虽然那形容很怪。干爆炸天，你人生很苦哦，像我一样边缘又没有人理解，就来喝珍多吧。没有啦，我没有搅拌呢，干我是白痴哦。啊，搅拌的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力量跟那个黑糖，他们好适合偷情，他们在一起就是一种偷情的氛围。然后 motel， 是我个人在十天的第二名，咖喱鸡云吞面。咖喱鸡是大众情人，在马来西亚呢，咖喱鸡是可以跟任何人在一起的。比方说，他可以跟炒饭在一起，他可以跟炒米粉在一起，他跟云吞面在一起是合理的啊。可是阿勇，你觉得奇怪？为什么？因为槟城人不会这么吃啊。你是想要攻击哪个区域的人？你在我家乡不是这样吃的。没有，那是真的没有这样吃。看你们槟城人很难相处。然后这句话讲出去，就得罪了一堆人。
个人最爱的一道料理，把咖喱鸡丢到稀饭里。啊，好恶啊！然后就被别人觉得很像混。超恶！我告诉你哦，这个世界上你越清楚你自己，你就不要害怕你孤独，因为在我的世界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吃，身边没有人认同我，我都活得很好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孤独，过得很好。这我爱哎，阿勇，因为这不辣啊，这酸酸的，跟你的人生一样。怎样啊？哎，你肚子饿吗？如果你肚子饿的话，要不要订阅一下微醺北兰的 YouTube、IG 跟按赞 FB 啊？这样可以吗？或鸡腿一下。有一种为难自己，叫做死不甘愿，死不妥协。远在他乡，家乡的味道必须原汁原味。碗盘杯子、汤匙筷子、瓦煲和墙壁。都充满着浓浓的马来西亚氛围，抚慰漂洋过海的留台人，也呈现给台湾食客，这就是 Malaysia food。什么每个马干？什么每个 W 马干不得？各位观众，那个因为我们幕后有一群很辛苦的工作人员，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说这个辣椒的威力。老板招待的，好不好？马来西亚的桑巴。太那你们都以为我们做效果是甜的，他会送医院来、他后劲还蛮辣的，很辣，那很辣哦，很辣哦。真正的三八不是这样子吃啊，一定要配饭吃啊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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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吗？有些无力处理的事情，让你想暂时离开地球表面，漂浮在放空的半空中，神魂飘荡，跟思念不期而遇。其实我一直很想你，心怀恐惧却勇敢前进的你，开不了口的思念，乡愁是离乡背景的生命印记。人在异乡，爱在胸口，我把你放在心上。有一首歌总让我想起你，我这里半个月亮，你那里是不是也一样？两个半个凑成一轮皎洁明月，月光流泻，柔软的恐惧，坚强的勇气。好久不见，吃个饭吧。微醺想家的心情，舌尖上的乡愁，滚烫的爱在沸腾，含醉在多么想念你的美好时光。